欢迎你们正式加入骑士联盟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我想把厂子卖掉，回笼资金，然后全力搞研发。研发是无底洞，我不想让公司回在我手里。你现在停了才是回在你手里。没有技术积累，没有财团支持，造机器人春风夜谈，你要防范。你不用管这些事情，钱的事情我来。你可以活在情怀里面，但你不能拉着所有人跟着你一起陪葬，你懂吗？奥利在很多年前就开始做研发了，我们非常知道做研发需要付出的时间和它的代价，你愿意相信我一次吗？设计跟手工是无价的，我们真的只是需要一次机会。我们企服办呢是为企业服务，既服务工人也服务老板。如果是潜力科技，必须支持。他们是一群有理想的骑士，假使有一天他们倒在了荒漠上，我们怎么能视而不见呢？这是一个阳光普照、充满希望的春天，我们信心百倍。我们曾经一无所有，我们终将无所不有。